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新竹市的市区这里吼，然后这里应该算是新竹车站的前广场这边吧。最近有人跟我推荐了一家还不错吃到饱餐厅，然后我有看到各大的创作者都有去开箱拍摄的，不管人家有没有来拍过，我们就是要给他拍起来，好不好？不过今天要吃的这家店还蛮特别的，它是在我身后的楼梯上面呢。它这家餐厅是两餐韩式料理吃到饱，只不过不知道等一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品质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哈，那我跟你介绍一下。没有。好，跟你介绍一下，那是韩式年糕火锅吃到饱，能不能分两个价位？一个价位是99，然后没有肉的。要想要单点肉的话，我们一盘肉就是100元。对，然后399肉片是直接吃到饱。我要有肉肉的。好，那一个人399，总金额呢加上一层清洁费，用餐时间是90分钟。嗯。好，那你锅底的辣度想要什么辣的？那我要先中辣。好，那我直接帮你用中。那有需要单点旁边有起司吗？起司不用。那开始我会先送两盘肉，牛跟鸡，你想要先送哪两盘？我要牛跟鸡。好，想帮你用399牛鸡，然后中辣对吗？啊对。好，祝用餐愉快。啊好，谢谢你。这刚刚吼，我有先去拿了一些现场的火锅料，还有炸物啊。不过我对他这间店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说，他火锅料区他有韩国鱼板，还有韩国年糕，然后他韩国年糕竟然占了总火锅料1/3。可是今天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多吃点蛋白质啊。但是你要拍照，这个比较好看。啊，不用了。你慢慢。啊。因为这个比较特别。这吗？对，可以吗？哦，好好好。哇，各位是说刚刚店家他送了一盘起司盘呢？哦吼！哦，火锅汤的味道好浓郁哦，这个火锅完全不需要沾酱哎，
不过既然我们刚刚都有升级起司酱套餐呢，我们就试试看沾酱如何吧。它原始的肉香搭配上它的酱汁之外，又多一层起司在嘴巴里融合起来。哎，这口感还蛮圆融的。哦，哦。那接下来来加牛五花吧。在等待肉好之前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炸物拼盘吧。它这块黑黑的东西似乎是炸海黑卷。它的炸海苔卷里面竟然是包冬粉呢！整体味道还蛮爽口的哎。这个炸花枝虽然说皮非常的厚，然后又非常空壳，可是它的花枝吃起来跟在渔港吃到的100元炸花枝品质一模一样。那我们再把刚刚拿的火锅料、蔬菜都倒下去吧。当你咬下去的时候，肉片上的牛油味道在嘴巴里散发开来，整体来说是吃到原肉的滋味。哦，是说它旁边这 cheese 圈啊，因为已经冷掉，有点干干的了。我就觉得说这设计有点可惜啊。那我们再点一点肉来吃吧。或者是我想要点肉，我要五盘牛肉可以吗？还有一盘猪肉。还是我先给你一个牛一个猪。我食量很大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OK 了，我刚刚去点完肉了啦。那刚刚下锅的火锅料应该再让它煮一下会比较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盘中的炸物都吃掉吧。
我怎么感觉这些炸物它的外皮都有点厚啊？但是今天吃一餐400多元的吃到饱，我觉得以这个品质的炸物来说是 OK 的。谢谢你。刚刚那一大盘火锅料煮完，变成这一小盘了。我非常期待鱿鱼的表现呢。这个鱿鱼有新鲜呢，而且在它的火锅炖煮过后，它口感依然是十分的清脆，而且表面又富有韩国辣酱的味道。这个贡丸的鲜肉味道好浓烈哦。接下来我们试试看猪肉片吧。猪肉片的味道好香哦。我们再沾这个起司酱看看吧。这个双色起司锅真的不太行了，我刚刚好不容易硬烤，把它烤起一点点起司碎屑的肉上面呢，那来吃吃看如何吧。各位啊，起司冷掉过后，它就好像没有跟肉那么搭了，有点可惜啊。那我们继续涮牛肉片吧。
两盘牛肉量都在这里了。各位啊，你们看到我这样一直吃肉片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单调了？可是啊，在吃到韩式拌饭之前，我们要不要再吃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？各位啊，我再去拿一些鱿鱼还有新鲜肠来吃啊，不然说一直吃肉片我是觉得有点乏味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再把剩下的牛肉盘都下下去吗？怎么感觉这个鱼板好像没什么味道哎？哦，没想到炸豆皮配上它的汤头，好搭哦。鱿鱼。我一直觉得说今天两餐的所有餐点，就只有鱿鱼表现是最好的。我是觉得说，等一下我们应该要去加一些年糕，然后最后再炒饭吃了。是因为他这边用餐时间只有90分钟，我们时间所剩无几了。
好了，各位，我刚刚去拿了淀粉大套餐组合啊。各位啊，我是觉得说我们在煮这些年糕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把上面残存的浮油全部捞掉才对吧，不然等一下炒起饭来应该会很恶心哦。母汤哦，哇，各位，我们竟然捞出了一碗油出来，刚刚那些肉到底是多油啊，太夸张了。OK 啊，那我现在再去拿炒饭配料吧。我是没有想到说来这边吃火锅还可以吃炒饭呢，这个体验真的很特别呢。奇怪，紫色的年糕吃起来怎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？那接下来吃看绿色的吧。它这边这么多年糕，它唯一不同的就是你看起来颜色还有形状不一样而已。那我现在吃到这六种年糕的口感全都一模一样。比起刚刚的年糕体验来说好很多。然后至于韩国泡面，就是我们熟悉的不倒翁拉面啊，口感一模一样啊。天哪，这一餐是满满的淀粉吃到饱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是觉得说我炒的饭好像有点失败耶，完全就只是个汤泡饭而已。我刚刚稍稍吃了非常腻口的年糕还有泡面，
可是谁知道，他这个烩饭，如果炒成炒饭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味道会更不一样啊。哦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东西吃完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到外面结尾吧。没有想到说今天来吃这一餐吃到饱，它会让人非常的有饱足感呢。今天吃第一盘炸物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有感觉了，因为它的炸物是非常非常的油，皮也非常非常的厚，所以整体来说，今天饱足感来得很快。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，来到两餐，你不一定要点肉多多套餐，也不一定要加点它的起司蘸酱。所以各位，你们想吃看两餐火锅的话，第一次来可以只点它基本套餐就好了，然后起司就看个人想不想吃了。它的肉的话，整体来说可能品质没有到那么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咯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